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啊，请坐啊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做伙为三宝。啊，下礼尊念我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二摩中尊，皈依精伽诸众中尊。啊，下礼尊念我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二摩中尊，皈依精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我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二摩中尊，皈依精伽诸众中尊。请看大经科注634页，咱对倒算第七行看起哈，倒算第七行，超离愿功对者，超离愿功，净念佛，即是色相，即是超过。超过世间的色相，就叫做超离我。净行我，日夜行教，不动娑婆离欲之非，故超离我。啊，叫世界无离我生心。啊，功名啊，变教新奉公，大地嘛奉公，就把花草大行拢嘛奉功名啊。所以啊，伊无需要太阳，嘛无需要月亮，这样都是超离我的意思。参数赞我。光明照耀过离我，故呼号超离我功。又超离明三昧经我，你是光明照现在书，你无论动，必过有目啊。头前这句是动物，啊，这句是植物。诸天良心，皆因你行菩提摩诃。这就是离我所起的作用。啊，对于咱这世界来讲，动物、植物乃至鬼神，拢都爱靠离我的功名。啊，你不能叫离体为根。在两个大体为三当中，太阳是啊照不着，也不能叫人心，人心之本，不能叫人心之本，令开呆呀，嘛不听讲。你讲就就会开悟呀，无听讲啊，是袂当照人的外表，袂当照人的心的本。啊，心的本是意念，无办法啦，互人来开悟啊，互人来通达啦。
但就有形，未就无形。无形啊，意思啊，就未丢。超灵明啊，三昧，所以性加好啊。超灵明，超灵明三昧。那伊个抒情伫什么所在？啊，念老甲咱解释，超立明三昧，抒照十方无边无际啊，三界五道。密不贴通啊！咱头前有念到一地啊，三界都是啊六道轮回，五道都阿修罗，阿修罗伫倒一道，就算讲伊是迄道的，哎，就是只有五道啊。通常啊是讲六道，也是甲天阿修罗列位啊啊一道。实际上，天阿修罗会当对天啊，灵阿修罗都未当讲修罗讲灵啊，啊，精神阿修罗就讲精神，所以啊，地道一道，这个六道的内面，除了地界道以外呢，啊，其他的啊，拢嘛有阿修罗啊，鬼道啊，精神拢嘛有。然后奉弥陀公明，弥陀公明遍教，无照未照的所在，故名超立外公。上至经文，性无主界啊，比一般主界的所在拢较殊胜，介伊。立功领教一切有形，生长天地万物，但不能照无形不灵啊，透体为山啊。我后来对讲，故不能照两体为山之间，未当照着明灵啊之本心，这个啊也照未着。所以超立明三昧性智，但弥陀啊光明又完成诸三昧，真系超立明三昧胜过啊太阳，胜过牛阿弥陀。光明啊，有性贵，叫立明三昧，故名叫立外公呀。这是咱的这部经来对学过真侪摆，拢会当去理解，嘛会啊当真信。啊，最后一条不属于公。见董宋两亿，这两亿的日本顶面拢有，不属于公。那唯一呢？啊，这个公呢，工作是两个公，就是啊，开胃啊，两公开胃，南苏公跟武清公。下面念落，甲咱解释：啊，难思即不可思，无清啊，无清就是讲无把它讲，就无可疑啊。所以啊，不思疑讲含有这两种的讲啊，静念佛，继续心想，继续超过。所以也是世间
心是众生心，众生的心性，超过世间众生的心性，五阿难思啊，超过世间众生的无言，过世言相，明啊无清功，过家呢？超过之意，经行大师讲，讲啊，非诸理性定所切度，何难思？那声闻缘觉，观教菩萨。拢无办法完全了解，叫做难思啊！现非无形定所堪说，嘛唔是讲这些人修行啊、声闻啊、缘觉、大乘观教菩萨，因那嘛讲未出来。那所以叫无清，也就是讲不可啊思议啊，未当想象嘛，无办法议论。这个议就是言说，你嘛讲未出来，你嘛想未到，就是这意思。所以啊，叫做难思无清啊，有贪思暂屈。坦然法师的赞相，咱来看。其功都好莫吝啬，这句话讲透了。都好以外呢，有顶加菩萨。有十地菩萨，啊，大乘经常讲的八地以上，啊，八地以上顶格菩萨也无能切啊，嘛，无办法想象，所以叫难思。啊，无形。这个无形呢，如何以外，大小行菩萨能未当思议，所以叫无清。难思无清。坦然法师赞叹讲：“其功都好莫吝啬，果佛啦又好难思讲。”这位讲啊真好啊，都非我，无人啊会当切度啊，无人啊会当啊想象。我何有何难思讲？心讲理想不可明，我何有何无情讲？啊，这是唯一内面的两种难思无情啊。那在中国，无论是经注解这两种，啊，这两种都嘛是一。为业本，就是空间开一本，日本比咱较多，有十几种，日本的
祖师大帝的德啊，对于无量寿经，用真大的功夫，然后有十几二十种的注解，拢嘛值得做参考。啊，念落的注解，那像啊，有四种。啊，日本祖师啊，注解内底有四种。空理空相，故如何目测？光有光的相啊，光若是无相呢？这个啊，光就难测咯。这句话咱知影。我人就歹了解咯。现在科学家甲咱来做说明，光的这个波长啊，波的长短真多啊。啊，咱的目睭会当去看到的，只限伫这款的这个光波，比咱肉眼看光波长的光波。咱看未到，底波咱嘛看未到。啊，咱照用仪器会当去看到紫外光，会当看到这 X 光，都要用仪器啊。比 X 光比紫外线啊，佫较长个咧，而且佫短咧，也是毋知讲有偌济。确实啊，咱是无办法接到。哦，如何目测就佛？诸行圆满的其用。伊也知影，顶甲菩萨也有一片心上无明无破，未当入上条光。啊，这片无明啦断咯，你就入上条光咯。入上条光是不庄严土都无咯。啊，对于这个光的这个代志，妙觉如来呀、啊，完全啦、啊，拢啊明了，顶觉也阁未用，何况啊，顶觉以下，也阁较免讲咯，光啊，微妙，非常微妙，是性德的起用。啊，明心见性，失去无灯也未用哩。必须失去都爱啊，等清气，回归上一公，圆满的明白咯。啊，这下面呢？有一个歌舞，是念老甲咱解释，只有无清功，既前合有下脱功，只有合有啊不思议功，这无解啊，盖主业开合有别的。错综不一，
国宪查依，但其实际亦无离地。啊，下脱乃涅槃三谛之一，正是啊，不可思议啊！不可思议啊，都是不可思议啊！那咱换做啊，现代话来讲呢，就是讲无法度想象。啊，思想，你是议论，说明无办法说明，未当去啊想象，无办法说明，真是啊也艺术。啊，现在呢，啊不属于讲来啊，融合咯，嘛无妨碍。啊，五种法的本，开合有别，咱都会当去想象到。那万的本里面的差别，世尊当年说法的时阵所讲的，就总不一。啊，有一款是佛讲的，有一款是翻译家引翻的，各显差异。但基啊，实质也无离地啊，又何况下脱是啊，涅槃三谛啊，涅槃的三谛啊，拢嘛不可思议，发心不发心下脱这三谛啊。有不思议，即不可思议。本经小本之原名啊，小本啊，都是《佛说阿弥陀经》。《佛说阿弥陀经》是鸠摩罗什大师，伊老大人对，世尊讲这个经，无讲叫做《佛说阿弥陀经》，无。也无，如是大师为什么安尼来个对名？希望大家啊多念一声佛号，用意啊真心啊，这个佛号功德无量无边呐、啊。啊，这地咧有一个，一个佛号啊。要来供养底下，人看到拢会念一遍。啊，那讲是无量功德，这个地区消灾免难啦、啊。啊，所以做佛塔，伫现在这个时代有做纪念塔，对，当用佛名合作塔。南无阿弥陀佛。他的四面拢会当用这句佛号，无论就到一边来看，念一遍，功德无量啊！啊，小本经的原名呢，为《精湛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说何念经》。那小本来都有讲，是讲无讲。用阿弥陀佛名号做经名，这是啊，如是大师的别意，意思啊真好，咱也当理解啊。有古音声王多罗尼经，我啊，这来对传经文讲，这嘛揭露在这地，你是十方。应杀诸佛，该降赞彼安乐世界。安乐世界都是极乐世界啊！所有法
不可思议啊！心通现化，种种方便不可思议啊！留有灵性，如是之殊，当地是林不可思议，所得业报亦不可思议。这段文好啊！啊，真好！啊，《观音王经》里面所讲的十方行沙诸佛啊，可以啊，共赞比安乐世界，安乐世界就是叫世界，叫世界。所谓佛法，还是啊，弘法。咱一般称法门。啊，门是门经啊，你依照这佛法去修行，你的正果。哎呀，大铁大悟，你的明心见性，佛就是啊，这个、意思。啊，佛的意思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见性了后，确实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啊，叫做世界，所有一切法，拢会互人啊，得定开慧。啊，功名会予人开智慧，得到无生法印。光会啊，音声嘛会，佛说法会。菩萨说法嘛会，花草树木拢总拢说法，七宝池中流水嘛咧说法啦，无一法是袂当的，所以呀、啊，叫做世界确实，一切法皆是佛法啦，无一法毋是佛法。啊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啊，所以到极乐世界，无一个未开悟的，哪开悟？快速开悟，彻底开悟！啊，所以功德大咯。一切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我定啊成佛。第十二愿讲的定行正觉，行正觉就是证到无上啊菩提。心通现化，种种方便不可思议。内面这个都更加困难的，留有灵性如是之殊咯。特别是指咱这个世间，咱这世间的人，看到无量寿经，看到阿弥陀经，看到观无量寿佛经，会相信内面所讲的代志。对伊啊，一点未怀疑，这个人啊，不可思议。伊现在相信呢？啊，咱伫个这个《大乘经》内面有看到，这个人伫过去生中啊。伊不啊，供养
无量诸佛如来呀、啊！释迦牟尼佛甲咱讲，现在呀、啊，伊也看到经文，而且听人伫咧读经，听着念阿弥陀佛的声音，念诵叫做世界已经庄严的声音，伊就欢喜呀、啊。伊就会接受，一点仔怀疑都无。这个人，伊去心中已捌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现在一个看一个听，也都欢喜，得到诸佛如来加持，啊，所以未怀疑啊。啊，咱嘛做了未少年咯。怀疑啊！啊，怀疑呢，也是勉强接受，也是要用功来读诵、来研究。啊，研究到一定的程度，就是给咱供养诸佛的功德给补足了。那要个差一截，或者是用经念、叫理念、相信。佛无妄语，你按照佛教你的去念，绝对也未讲错误。啊，念到六根年，无着落，未怀疑啊！啊，供养诸佛如来啊，功德圆满咯，啊，迄种人。无罪啊！那也接受，就数人啊，有一寡人呢啊，就是讲功夫较差一点啊，爱去补足啊。啊，这种人未少啊，在这一生当中补足呀。那依靠你命中的时，信心坚定。无丝毫怀疑，所以啊，会当啊念佛往生。那念佛的时阵，看到佛来接引，这什么不就补足啦？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我倒转来想咱家己的根性，啊，都知影咯。啊，无丝毫怀疑，好啊，真难得啦、啊。爱加工用心啊！但有一点啊怀疑，不要紧。经念诸位咯，听诸位咯，不念诸位咯，就连都会相信啊！疑根啊，都甲背起来咯。啊，只要甲疑根甲背起来，哎，都、就是保证你用心。那所得的业报也不可思议啊！那所得的业报，什么往生极乐世界啊？无论四土三辈九品，该做阿弥陀佛菩萨了。这个业报。不可思议啊！有莲池大师所抄里面有解释啊，不可思议。伊讲啊，诸分为四啊，分做四点来讲，一啦，是啊，是发功德啊，功德。为无量寿、无量功、三宝道品种种定，这是第一个不可思议。
啊，西化宏大宫殿，咱都哎呀，记得心肝来，拄着缘爱做啊。那拄着缘，都嘛肯人念佛，念佛啊，真正会啊解决一切问题。那或者念观世音菩萨，拢会用呢。那临终的时阵，佛菩萨来接引咱去往生，绝对啊无错呀。阿弥陀来接引，或者是观世音菩萨接引，大势至菩萨接引，西方三圣拢嘛是本尊，拢嘛无错。也毋是讲这三个佛菩萨来接引呢，都毋通去呀，佛不住。那一定爱等到啊，这三位佛菩萨来接引。啊，第二是心化周边功德啊。为罪教就拿寒酸妙法啦，以些福用修用助念，众生皆故上好心遍顶。啊，每一种宣告给了世界的人。心胸的上好，跟阿弥陀佛是完全同款。阿弥陀佛的上好，发心是无上啊，好心才有上。观经里面有跟人讲，弥陀的布心，心如未满四清相。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随行好，每一个好放八万四千光明，每一座光明内面拢会看到诸佛菩萨伫迄个咧讲经啊教学，这是啊，这上好啊，心变。唔免讲多，讲一项代志，然后宣告给了世界，花开见佛，阿弥陀的大讲堂，咱看到了，看到佛在的中央的讲经说法，一个详细一个观察咧，有五个位是空的，详细看，这个位顶没有家己的名。嘿是啊，你家己啊，这位啊，你得安安稳稳坐去顶面去听法。那这坐落去了后，什么时阵离开讲堂呢？成佛才离开啊，无成佛是未离开啊。啊！大乘成佛的大乘离开，后成佛的后面离开，无成佛的未离开啊！为什么？因为世界所得到的心是发性心啊，不是六心。发性心，发性心是不生不灭啊！发性心啊是无改变啊，上好光明无定论。发性心无需要饮食，发性心无需要睡眠，发性心啊，坐伫迄地，无论坐偌久的时间，伊袂讲亚仙欢喜啊，
愈听愈欢喜，欢喜充满。那又心通变化啦！啊，咱看阿弥陀佛坐伫遐咧讲经说法，无叮当啊！偌久呢？十劫咯。耶罗世界生你到今仔日咧十劫啊！伊老人坐伫遐如如不动坐了十劫，讲经教学啊，拢无中断。啊！因说法，众生随类啊，拢总拢会向你咯。阿弥陀的心不动，但是啊，你看到呀，伊的时时刻刻化无量啊，无边心。啊，咱相信，叫做世界这些菩萨，三杯九品，人人拢会看到，看到阿弥陀化身啊，是要去创什么呢？去接引啊，十方。啊！诸佛刹土内面念佛啊，求往生的人，哎呀，寿命到了，佛去甲接引，佛化身接引，佮袂碍着讲堂内底讲经说法。你看，当时伊会当伊做遮个代志，啊，即来对佮透一个信就好难。众生啊，开句上好心变，咱嘛是有。就算讲是啊，咱拄拄啊到，叫做世界，即看到阿弥陀佛，坐伫家己的位置顶面，即坐好坐位啊，都会啊，现心通变化，会当化无量无边心。啊！那化无量不变心去创什么？十方世界，过去啊，跟咱有缘的众生，伊也念佛功夫成就咯，佛去接引呢。咱啊，跟随做伙去接引呢。那一个见面就知影了，啊，咱是多是生多是死，伫多只佛国土是什么关系？拢总啊，拢嘛知影啊，所以啊，叫做世界熟悉人真多啊，老朋友真多啊，而且到叫做世界拢嘛是好人，歹人啊，歹人拢变做好人咯，啊，拢总改变咯，顺境顺仙，无迄啰未欢喜啊，这是啊，对着佛啊去接引众生。另外是化无量无边心，啊，另外下遐个分心去啊，十方诸佛刹土去创什么呢？降佛啦，去拜佛啊，降佛啦，修福报啊，啊，佮听佛讲经说法啦，修慧啊，福慧双修啊。你该想看卖，十方诸佛无量无边，每一尊佛啦，伊迄地听一句，你就听了无量无边啦。这大众经听完了，啊，这真啊，毋是假啊！你会当对即地啊，会当去想象到，到叫做世界生活的快速，生活的安全啦、啊。啊！伊迄地也无障碍，拢总是善言、助言，帮助咱成就。未当啊，无去啊，无去你就错咯。一生这个代志摆伫这头顶的啊，大事啊，然后咱
来办这些随缘办这些代志啊，这拢嘛是小事。啊，这个小事是善事，这个功德会当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！啊，绝对唔通伫这个世间啊、天上啊、名闻利用啊，绝对唔通啊！像我去天上去做啊上帝，我嘛不爱去做。你看，都是天主上帝啊！啊，是盖天。露天王，那色界数前十会占天，那上顶面呢，摩耶修露天王，这是六道内底地位上悬的，那数前天的天王。啊，你有愿意去做无？啊，求这无困难啦、啊。啊，认真努力修福修慧，去天顶去享天福。啊，不过拢有寿命。啊，无色界天。从观战呢，上面啊八万大劫，回向回回向诸天，八万大劫到了，无办法向上提升了，那边怎就向下坠落了？啊，这个、事实真相啊，创个清楚，啊，创明白啊，啊，咱对于天上的福报都未去想了。都未啊，三星啊，贪恋啊，啊，天福啊，我无爱咯，何况人间的福报，你别直接从什么呢？啊，人间福报那是讲有，爱分给大家来享，这不是啊，那无呢，都好。心思免操心，一心要阿弥陀佛，福慧双修啊！这个佛佛内底有圆满的福报，有圆满的智慧啊！第三是信修。小君功德，为难信之法，令信修者速修啊，无量啊，成君定，这条啊，较重要啊。如果那不是说过去生中修大福慧，这一生当中遇到生不起欢喜心，那一个听会生欢喜心呢？这个人啊，过去修的无量善根，人跟人的这个、啊、关系嘛是安尼，去去也无熟悉，你看一个见面就会欢喜呀、啊，有像我一个见面就讨厌，啊，拢是过去生中做伙，
也有过去生中的时期，欢喜看到就欢喜，无爱看到就会讨厌。这也是第三种，第四呢是果报难成功德，为这个往生，这个啊立上善慧，这个啊不退转地，毕竟成佛定。果报啊，果报太殊胜了。啊，佫本来对头一句，即帝王星，你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所度的人，诸上显灵，故会一处啊，日妙诸上显灵的俱乐部咯。你甲因做伙啊，偌难得啊！特别是现代社会，现在社会，诸上贤人顺境顺贤要去倒位找呢？无得找啊！那中国古人的标准呢？做人的标准？亲像这个人，一定要具足偶像啊！那偶像是人的标准啊，偶像仁义礼智信，这合理的具足，这都是人啊。这正常的人，偶像哪无具足？欠一个，欠两个。化想的人啊，啊，欠三个，欠四个，这都不是人咯。这中国古人的标准啊，啊，仁者爱人啊，爱人都唔通去害人，那有害人的道理呢？啊，居家顺利啊。啊，伊现代话来讲，思想、言行、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这叫礼仪啊。我有应该想无？有应该讲无？有应该做无？来考虑到情理法。拢袂当违背，会用哩。有一条违背，来就爱啊，慎重考虑咯。啊，这是啊，做人的第二礼。啊，第三个礼，这个礼是仪表啊，就是啊，礼貌、礼节，爱怎样礼。啊，礼未当讲无有啊！五经内底有三种，啊，周礼还是帝国的啊，啊，仪礼是啊，做人的应当都还有的啊。啊，基础基本的物件，就是古人编的《弟子规》啊。对细汉都要有规矩，啊，规矩啊。啊，第是礼第啊，
唔通用感情咧，但用理智唔通用感情。最后一个爱修信用，啊，人言为信啊，信啊是人言啊，这五个古币是正常的人，嘛是好人啊。啊，做人做个也未歹啊，这才影响着别人，对这个影响起，对家庭影响起，我家己新修咯，家就坐咯。啊，我是以仁义礼智信对待厝内人。啊，对家庭，才得扩大到社会，这个扩大到国家，这个扩大到全世界。凡是人啊，该施爱，该施爱。啊，这个爱你，就是啊，这个我想。啊，仁义礼智信，修天下，天下就和平啊！啊，现在讲地球的形势，作为教的会啊，只要把这五字，人人拢做教，对我家己也开始。哎呀，做教何人相信？那我伫澳洲多伦巴十四年咯，啊，2001年阮住入去，到今年拄好十四年啦。啊，我都是用我想我改。修善业道，修行化他。这个修善的人民感动了，人人起立啊，行止，大家有共同的愿望，把咱这个修善。打造成世界上第一个有海呀多元文化的城市，这都是多元文化和海喜欢好书啊，这多有意义啊。啊，那无十四年，别人都唔相信啦。十四年，我努力遵守五戒十善，中国嘅啊五伦五常，十年效果就出来了。啊，因都找我，现在大家愈讲也愈欢喜。你们能讲真正做出榜样，哦，世界各地来咱这个啊小城来参观、来考察，啊，当然小城就兴旺咯。这啊，好大事啊！啊，咱阁看后面的这条，第四条，古朴啊，啊，这地不退转地，毕竟成佛，啊，这是啊功德啊圆满啦，
这会解超我胸情，古文不可思议，如今讲不作文，是经义不可思议。金刚经的义理，古婆也不可思议。用金刚经顶面这两句话，这条做十二宫的总结。有小本啊，已经言过该也不可思议。连第一大师的说抄来对讲，伊为当机就是啊，急功啊，这句话意思真深。当机土就是急功土，那方便是薄的都唔免讲。拢嘛是啊，树土是一体啊，一体不改差别的，差别不改一体，这是相啊，诸法是相啊，咱这个世界是不是啊？动机都是这个集功呢？啊，是啊，个叫世界拢同款，但是咱今仔日动机啊，妨碍啊，这个集功啦。就讲啊，有个妨碍动机啊，啊，咱啊，动机啊，看未到集光，伫叫做世界动机看到集光，呀、啊，看到集光的福就太大了。啊，集光来对什么呢？无量无边，无所诸佛如来，妙觉啊，唔是。顶格啊！上次讲到嘛是证到究竟圆满的，咱想要看到伊现身啊，咱啊想要看到的是缘啊，是伽嘛啊，伊现身就是因啊。啊，无论现什么身，拢总是发心。阿古布属性啊，就是讲用心即发心啊，你从基督看到的。啊，都、就是用心，方便透看到的嘛是用心，是不透看到的是不心呐、啊，拢总是发心呐、啊。啊，四心就是啊一心，四透就是啊一透。叫做世界不可思议啊！啊，因为一日功成，故为一生不退啊！这个一生都是你生到西方叫做世界，都是未退转啦。啊，故不阿妈不可思议。这是啊，都、就是一好叫我胸情，高估不可思议啊！啊，讲不可思议啊！这话啊，拢非常重要。恒利大师所操讲的，有弥陀要解，我也大师讲的，
伊讲不可思议，要五意思。啊，连体大师讲四个，那个大师讲五个。第一个，行巧三界，不思断惑啊，免断烦恼，见思烦恼一品也无断，心烦其明，啊，意得永生。啊，心烦其明，行巧三界。啊，不思断惑，花开见佛。这不可思议啊！第二，皆有西方远古殊途，非有渐进啊！这也都跟莲池大师讲的也是同款，动机都是集功，啊，殊途都是一途，啊，无论伫倒一途，拢行故殊途，拢也是圆满的啊，唔是渐渐成就的。啊，唔是讲，咱去到东极土，伫东极土内面修行，等到啊，咱大体大悟，才会当啊提升到啊这个方便土，提升到十不土，提升到上集公土啊，唔是安尼啊，一心一切心，这不可思议啊！第二，即有西方行故殊途，非有渐进。啊，第三，但其名号不加三观诸方便，容易啊。但其名号啊，不用一切方便，还嫌老一想，但做出榜样。那一生都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念了九十二年，好啊！心心清净，啊，老人的心念到什么程度，把清净平等觉念出来了，那一句好念出来。读这个佛号，心内什么拢无，所以啊，伊也是清净心，无染污，伊是平等心，无分别，伊是觉心，无迷惑，圆满啦，清净平等觉圆满啦，清净是阿罗汉。平等是菩萨，觉是佛陀啊，一个净一切净咯。所以没用禅，还没用观，观什么？观是教啊。啊，华严中五智六观。天台宗有大小机关，啊，因修行的方法拢未用到，啊，这里对主啊是包括密宗，包括戒律、律宗，拢总拢无爱，都是啊性愿啊起名。
啊，咱都爱呀，相信啦、啊。咱相信嘛是正常呀、啊。为什么人心之患啦、啊？啊，你那遐尼啊容易信呢？啊，那会当个叫做人心之患呢？啊，信的人有福报啊！信的人班级渐渐大咯，一生就去做佛啦。那、啊、这个世间啊，讲真正想要一心去做佛，会记得啊一句话：，即得拢总加放下，下加清清气气，你才会去学到真海贤老和尚。一天啊，到暗都是啊一句阿弥陀佛，哎呀，都、就是完完完完的。尽愿之名啊，是啊，真真实实的尽愿之名，那又不是假啊。咱也够有贪嗔痴慢的来对，也有七情五欲的来对夹杂着，这个不应的啊，这袂当成就啊。啊，彻底放下，真心世界拢总啊放下。佛法嘛，都要放下。啊，即来对讲的相关诸方便，都是佛法啦。佛法嘛，都要放下。啊，第四个，你看时间，对啊，一切为期，无咒多劫多生啊，多年月。啊，几天成功一礼拜啊！啊，咱会当该做些实验，一礼拜放下，什么拢放下，连七天的分，这个做啊精进佛七，都、就是一句佛号，都一句佛号以外，什么念头都拢无。啊，一礼拜无跟外口往来，打佛七啦，啊，免真长的时间啦、啊，最后。此佛名即为诸佛号念，不以其一切佛名啊，这个佛的名呢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都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名号啊。啊，念这句拢嘛念着了，即阵佛都无老去啊。这是啊，事实真相，啊，这不是假啊。念佛的名，还过来念白海菩萨的名，啊，现在有人在提倡，啊，佮家教派参。参读业障，啊，修地藏菩萨的检测禅，好不啊？哦，你对佛号不相信，所以爱加着禅。你啊，对有祖师大德这些教训，你都无了解。啊，海贤老和尚做了九十年年的朋友，啊，你看无啊？你无得到利益，啊，真正得到利益，一句好好就好了。讲个偌清楚的啊，这段啊，为大师的要解的讲。
头前也是莲池大师讲的啊。在大德、祖师大德，拢嘛是啊，明心见性。大彻大悟，不是普通人啊！您都无讲错啊！啊，您家己念一世人的佛未当往生，爱家己负责任嘛！啊，是你的信心不足啊，愿心不足。啊，有怀疑，有啊忧虑，有牵挂，放袂落的物件太多了。啊，金刚经讲啊，偌好诶，法相应下，何况非法。啊，老祖宗教咱的啊。你门亲立登时分修，一门就好啊！老寿恒技术一门，就是一部无量寿经，20年。啊，五修林技术一门，大乘起信论6年。郭大爹教的理念方法妙转咯，就是讲你唔肯相信，啊，所以你未成就，啊，你相信就会成就啦。那一门就是破门啊，一佛就是一切佛啦。华严经上讲的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啦。讲的一点也无错啊。这番佛法拢嘛无例外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啊即一。你会当把这句话听有咯，你啊，这个一生就会幸福。当然，你会往生。啊，大家念这句话，这句话未了解。别念咯，这个责任要家己负啊！佛菩萨圣贤人未骗人啊，大家拢讲实话，你会出意思。你怕偏咯，你怕邪咯，啊，家己负责任嘛。咱过来看下面，诸界导师大愿行之所成就，故曰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。导师咧，就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48愿，无量劫的修行所成就的叫做世界诸土39品已经庄严。这是不可思议的功德之力啊！下面有我听您信愿持名，转了佛功德，行诸功德。这句话讲得太好了。可见呢，你没去颠倒啊！你好多啊！
这样你清楚，你拢无去体会到啊？你个创下你啊罪啊？十路乱路，十修乱修，那会当往生呢？哎，记得往生爱清净心，最低标准。清净心啊，对红星，生也方便土，生方便土的下品，那讲的清净心，你对决定生方便土咯。啊，得平定心，是方便土呀，上品呐。啊，那真开悟了，清净平定觉，那嘛就对咯。你生是不种人土，啊，唔过跟你讲。叫做世界四土是啊，做火还有四土无有啊？伫刚才教室上课，这是什么世界无呀？阿弥陀伫一个讲堂咧上课啊，这个讲堂真奇妙，不可思议。我想要学华严。我坐在讲堂里听阿弥陀佛讲经，啊，就是咧讲华严经。啊，跟我隔壁这个人，伊爱听法华，伊所听的拢嘛是法华经。伊未干扰我，我也未去干扰伊。佛以一音而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，想听什么，听到的都是啊。啊，想要读什么，看到都是啊，妙极咯！啊，想要读经，经本就伫面前，无想要读就无去咯，无咯，也未去收藏啊。啊，不可思议的世界啊，太难得咯，这容易去啊。这天啊，就成功啊！所以这句讲咯，专念佛功德啊，成诸功德啊，阿弥陀佛的无量劫啊，所修学的啊，这个啊功德，信愿持名啊，这四字就把伊的功德变成我家己的功德，这个啊不得了啊！相信的人恭喜你咯，你成就啦，不相信的人你慢慢来啊。啊，我嘛不是讲一个入佛门就相信啦，我不相信至少是啊30年，该在啊寿命较长。啊，那无后面这个30年，我是唔相信啦。啊，我学佛今年64年咯，头前的30年都唔相信，所以啊，我都有经常咧讲呀，难信之法，我是啊，深深有体会啊，我对这行起来。啊，真正相信哇，得力有华严、法华、名言、圆觉，那不自家发相啊，这些经典帮助我悟咯，帮助我明白咯，未搁再怀疑啦。那85岁了后，
蔓延放下，都是一句佛号。我甲海贤老和尚学习，我对随伊个老大人，我连经都无咧读啦，都是一句佛号，绵绵密密。有当时啊，过流失，无管着老和尚啊，老和尚一生唔捌丢失，啊，一句煞一句啊。我有当时啊，时间啊，短暂也会无去，未记你了。应受罪啊！啊，应受啊，未当轻慢。为什么人对遐远的所在来，有真侪对国外来，难得的见面，给抗议啊、念佛啦、重要。啊，给抗一个人去叫世界好事啊！无比这个更好的代志啊！咱看下面要解讲的，要解说文性缘起名，专列福功德生诸功德，真是。红心内面啊，中红心之故，古人在写字，现在打笔咧。红心，红心内面的啊，红心，中心点。文大应公大师赞叹诸书啊，诸书都是啊要解，弥陀经要解。云光大师对伊个赞叹：“李师啊，国真积极，真是到家顶头了。到顶头袂当，搁较悬咯。为诸佛说出经来，第一注解，妙解较解啊。”这真的不是假，像念古佛在出世，中住处境，也不能各处吉祥意啊。下面这四字行在实言啊，啊，这句是杨念乐讲的，我嘛是安尼讲啊。这是二十年前咯，我伫个新加坡。延培法师有一摆啊，请我食饭。伫素食馆，人客就是我一个人。阮两人一见面拢是老朋友，伊就问我讲：“净法师，我今仔日来请你来食饭啊，你想为了什么？”我讲，我唔知呀，我无心通，唔知讲你是按怎要请我食饭？伊讲我有一项代志怀疑呀，我要甲你啊请教，我讲唔敢当，我是游客，伊啊大我十岁啊，对细汉出家，啊我初学佛的时阵，真爱听伊咧讲经。伊呀，都问完，都问一句话。
伊讲印光大师，对哦，老爷大师，你得有要解的这个啊，称赞呢，都、就是啊，这段啦，历史国真积极，为诸佛说此经来，地主界妙解确解，穷人过河再出世，中诸此经也不能过出其相宜。这个话啊，是不是讲啊，伤过分一点啊？伊阿都问我这句话。啊，是不是结婚呢、啊？我就跟伊讲，一点啊都无结婚。印光大师讲的话，千真万确。诶，意思啊，修弥勒净土，伊啊追随弥勒菩萨，想往生到道士类院啊，也加。这个近代的啊，大德虚云老和尚，虚云老和尚生道士类院，伊也想要得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啊，将来下生成佛，伊就是弥勒菩萨的大弟子啊。进入下里佛目建连的身份啊，伊创这个，伊无要求生极乐世界，可惜啊，真可惜啊！啊，八十多岁都过身了，非常啊难得了。啊，伊的军代，会当恭喜代表。法相中，啊，伊法相的经论啊，讲了未少，著作也非常丰富。有啊，延培法师专辑，啊，阮伫个晚年，因为我伫个新加坡，都四年半啦。也主持咯，啊，我有机会定定来见面。后面这句呢，是念到给咱做个总结。不输于空中，转念阿弥陀如来，不可输于空中。我名不思议功，这就是十二功最后的这个功。也跟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功德完全摄受在其中。那十二功佛，那都要学习到这地。下面过来看。因功用性啊，功的作用非常殊胜。那经常讲三种，第一种坚毅，普照十方；如是功名，普照十方一切世界。正面的啊，这段虽然只是两句呢，是啊，这篇内面。第四段，显密道功名妙用之殊胜，是为第十四出功安乐观之成就，四十八愿的第十四愿啊，随佛奉圆满的这个啊功名，十二种就是十二种德。是啊，十二种类，每一类内底拢有无量无边。啊，佛奉公是咩？帮助啊众生成就，帮助众生得到啊清净平等觉，啊，帮助众生大彻大悟，
人心见性，帮助众生提升境界呀，证得究竟圆满。啊，普照十方一切世界。啊，咱即个有无有啊？啊，咱也无看到咧，咱的心无清净啊，咱的心无平定啊。所以也看无，啊，念佛人念到功夫成片，清净心现前，啊，那个佛有缘，对佛的加持，你都看到了，看到佛光了。啊，看到佛光，当然大生啊，你会生欢喜心。佛光给你也做见证，团队信息互你啊，你继续努力，唔通把这代志放在心内，放在心内就是障碍。啊，无藏在心内是正常的。心愿啊，之明，希望迷离不断，功夫更加深咯。告诉一心不乱，看到光的机会就更加多咯。啊，告你一心不乱，想要看到会看到。无想要看到，看未到。啊，到理心不乱啊，真念是假啊！啊，只是咱功夫无够啊，无达到标准啊，所以无看到。啊，幸亏啊！无量寿经，啊，咱一边读过去咯。有五处无？五处都是光明啊！啊，你读十遍有十遍的五处，读一百遍有一百遍的五处，读啊千遍有千遍的五处，迄、那个五较深，五较宽，都唔是讲初学。会当啊，体会啊，啊，读经无求解义，求解义就是你咧打梦想，你拢嘛想错路啊，你无想对，为什么要求解义伊无意思？你解什么？伊是诸生不济啊，伊毋是妄想执着啊，是诸生不济，所以这爱知影，一切佛经拢是佛菩萨对诸生当中流出来，你哪当解呢？啊，伊心中流出来，流智慧呢？咱心中老诶，大家咧老，时时刻老什么？老烦恼啊，老梦想分别执着啊，老这个，老是非人我啊，老贪嗔痴慢啊，这个物件个智慧未相应啊，所以读圣贤书好好啊读啊，唔通去求解义，变说读做了，哎，心清净咯，妄念啊少，十年也少咯。谈情绪蛮久了，
这种乌药少了，啊，伊就会起作用了，就看到经的意思了。也用啊，一般读书人的方法来读佛经，无路用。那伊啊，读一世人都是伊家己低见，暗时啊，佛低佛见呐。一定要了解啊！你家己当做实验吗？三年五年效果就出来啊！你得相信啦、啊！哇，甲吴秀林，真正伊念三四年时阵，都真正有感应，真正忽然间这个意思啊，都出来了。伊也甲我讲一千遍。伊看出的这意思，伊也看古人的注解，知影讲这个啊，注解真好，这个、注解有问题，伊看会出来。啊，念两千遍啊，都无同款了。看到什么？更加深，更加宽。现在也是对三千遍来出发咯。伊个三千遍，我顶要甲两千遍无同款。啊，可怜的这个注解是要甲咱做什么路用呢？印证呀！啊，咱的五处甲伊五同款无，所以啊，来看古处，唔通看金处。啊，古处是有五处的啊，金处是伊个意识内底啊写出来无同款啦啊。啊！伊个思想内底夹杂着烦恼习气啊，无顺，所以迄个也无可靠啊。爱找顺咧，清净啊，平等价格现前呐、啊，染污分别心见呐，都拢总加放下咯，这叫落因啊。这叫做真修行，啊，有八戒菩萨，有三摩地菩萨，啊，请看下面呢，这个第二段，见利见家合一，加分两个小段，第一个小段。五功显性，有众生，五是功者，果灭显性，心意流乱。你甲看，五功变教啊，无时不教。如果你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，修啊普遍开悟，你会看到佛光。佛光一个看到就加持。咱来看这段的注解：有众生，无数功者，表佛光，随普照十方。无边无界，但以众生根性不同，以根下缘乱假，如佛盆绝教。你讲啊随便，但人佛盆无定，就不见光明。可有人无无不无假？啊，这段呢，咱大声来讲一下。众生根性无同啊，根下啊下根，缘乱缘无所性啊，这款人那就是啊，佛盆绝照，他个顶啊，用这个盆啊，佮盖起来。唔好你头照着，
啊，这是古这类啊。啊，你头虽然是变焦，唔就个这人头壳顶地一个盆。咱现在伫咧讲啊，就地膜啊，赶快意思啊，地一顶膜啊，日头啊，伊都就袂着。安尼就是虽然去拄着，甲无拄着是拢共款的啊。那六又几言，这是军来啊，上军临。啊，有回言呢、啊？故事讲者拄着佛光咯，佛光是无处不照，无时不照，这必显露下之功业。下面所讲的这利益呢，第一个果灭，那果是什么？下面讲的贪嗔痴啊。唯一会三个消灭，这是英文啊。三个即贪嗔痴是三毒啊。善信者亲像十住比菩萨论来对讲的，善根者不贪不悔，就是讲不嗔不痴啊。啊，三毒活起来。都是啊，三善根咯、哦。第一切善法，拢嘛是对这三个根生出来啊。啊，佛光也帮助人，管理他们亲戚啊。为什么佛光是智慧啊？佛光，故就是经对上的清净平等觉。最浅的修利益，心清净咯。心定咯，心清咯。啊，各向上提升，分别无咯。无分别呢，心就平定咯；无染污，心就清净。啊，觉呢就是开悟。啊，善心、三善根就出现了。断恶修仙，心意呀、啊、流乱啊！即地古即个《大地道论》里讲呢，一切诸仙法，该从三仙根生。经中是名果灭，即显性呀。有为业为善心生焉，善心者以惭愧之理法，即无贪定之三根。无贪定就是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即三善根。为善之主性，无之相应，你弃之一切心心所，名为啊善心。这个念头、念物、行为，就是将善心耶。啊，所以言善、行善。心先呐、啊，莫强为先。这怎样？我倒等的是三恶贪嗔痴啊。
以贪，心内想的是贪，言贪、行贪，三业拢嘛是贪，所有一切恶业拢嘛对这生的。这个恶业所感的，就是三恶道的果报啊。啊，三贤君所感应的，都是三贤道的果报。啊，这个无离开六道轮回，离开六道轮回啊，都是伫这个下面的这段，下面这段三道下段，这个提升咯。啊，咱就把这段给念下去。金玉弥陀啊，本愿即即对净宗之啊，真是信心呀、啊。心意就是啊，心靠意三业。流乱为心流河，你啊随顺有道。如法华经曰：众生啊，既啊信佛，即得啊意啊流乱，该出脱众生，恭敬难化。心意流乱，便依雕佛教化。这是要显君啊，显言啊。啊，我伫个这个啊国际会议当中，啊，拄到的人拢嘛是头一摆见面，从来毋捌见面呢。讨论问题的时阵，啊，有一挂是彼此拢未当接受，啊，都在辩论真久。啊，虽然拢嘛有君子之风，未去避免骂人，啊，但是呢，执着成见，啊，伊执着伊的见解是对啊，啊，特别是东西方文化无同，啊，咱讲伊会相信，伊会接受，啊，就是讲。即地已流乱啊，有无有啊？少数啊，啊，即个啊，阮拢做好朋友咯。啊，伊一个听，伊就会接受，伊就欢喜啊。啊，确实咧，即款的人无多啊，毋是讲无有啊。啊，都要慢慢那个感化伊啊，迄都唔是讲啊一拜咯。啊，同阮阮斗阵咧开会，当年拢会去拄着，啊，都无共咯。啊，当年拢会去拄着，当年拢做会来讨论啊。啊，三年五年了后，伊慢慢就转变。啊，这个有啊！啊，头一摆见面，就心意啊，流乱，真困难，真少看的。啊，不是讲无，真正有。啊，讲起来拢嘛真导演呐、啊。啊，这个念落地即地做结论，一句话：了心意流乱，便易调和教化，真容易啊！
啊，今仔日时间到了，咱学习到这地。